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哥。今天我们在做体力劳动啊，因为现在下雨，我们这个材料弄不上去，但是又必须得做啊，所以说就只能靠人工来盘。我们今天请了个人来搬砖啊，然后我们现在自己要弄的就是个石子，这个石子啊，我们要把它弄上去，用雕机把它雕上去啊。所以说现在雕机又有它的用武之地了。现在，靠蛮力啊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我要继续去闯石子去了，拜拜。